凯燕搭配杨敬敏、Legends、杨新志以及汤马士这一个先发阵容，跟前一场比赛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改变。至于在福尔摩沙台新梦想家的部分，吴永胜今天拉上了先发，钱肯尼搭配昨天轰下35分生涯新高的 Randle Walker、Yankovic 生涯第二场在 Plus League 出赛，以及吉尔贝克。等到梦想家这边来进攻，在三分外线投进，来得到机会的话，可能就比较困难啊。他昨天也是单场三出了5次的火锅，打鼻自己在进攻端也能有所贡献。可以看出来，他这一场球第一次的单打就非常有信心了。阿敏本球的得分王，选择往后一带交给拖车的汤马士得分。他是欧洲球员，可是他是来自加拿大。哇！麻辣追魂锅。杨敬敏把球救回来，补一个三分球也是很划算的。对，所以今天第一次的出手就命中了，尤其在这种外围的投射。不过吴永胜很快的也在弧顶还以颜色。钱肯宁给到大 B 一个转身，放倒了 Legends， 能够轻松摆进。哦，看到大 B 的成长哦，他这球是非常高的，非常高啊。来个 Elbow Jumper， 哇，球弹得一下进框啊！杨口被球，哇，结果汤马士没有灌进。对，前场快攻机会 ，Randle Walker 面对杨敬敏，来一个转身，绕过篮筐的另外一边，这是一个。哇，哇，这个投篮的手感啊！对，然后找到出手的时机。他面框跟投射能力相当不错，大 B 的火锅，但这边球应该是已经要进算了。台湾都需要这些球迷的支持啊！掩护过程当中，大 B 倒地，吴永胜连续三投篮命中，一秒钟，吴永胜要从高位发动进攻，底角，钱肯尼再一步，再来到吴永胜的手上要拆炸弹，球还是进框，个人连得5分。他今天的手感，应该说这个礼拜，因为今天已经礼拜一了，那几率比较高的呢，会是在下下礼拜。Legends 外围的投射，前一场比赛攻下22分。Q， 第二拍，一样能够要到分数。林世轩的跟防做得相当到位，阿吉并没有太多机会。大 B 面对 Q。强势的单打禁区，想要绕出空间反手得分。大 B 转身要一打 Q 是一个 N1， 进算加罚。哇塞！阿吉外围比了一下，没有选择直接起，塞给禁区的德威，有一个大打小的机会。德威要面对 Q， 左晃右晃，这 Whisky 德威司机啊，今天开车了。是第一节也得分上双了。替换谁球完全偏掉，进攻篮板掌握在大 B 的手上。哇哈哈哈！永胜今天这个外围其实不能放哦，不过这边偏掉了。今天第一次外线出手 miss， 哇，大 B 在篮底下投进这2分。开对手的话，可能就比较容易被吹进攻犯规了。永胜开的速度蛮快的，没有人跟得上他。林世轩今天有蛮多的上场时间，也想还以颜色，不遑多让。这边跟杨国伟学一个身体的对抗，大 B 在篮底下拿到球，2分打的强势。看一下梦想家的反快攻，结果被打了一个火锅。李凯燕跳得高，轮到国王队快攻3分，但杨敬敏士官长来了。我看敏哥这个三。哇！结果阿敏运球自己运掉了，出现失误。Yankovic 快攻的机会，篮底下拿球，这2分放枪了，自己再把球救回来，补回去。哇！其实 Legends 也是，哇！敏哥这球篮底下，哇！漂亮的小组配合啊，对，阴错阳差，因为看到其实敏哥单打之前，钱肯尼中距离的跳投有。提到这段时间，钱肯尼他的切入 ，Legends 要小敏再交回来，三分线外的投射 ，Legends 单场的第二记三分球。简浩这一次有了，
中面对大 B 的是汤马士，捡右折再掉回来，有一个错位的机会，汤马士两分轻松拿，汤马士在高位，海燕来做接应，接应 A 四快攻又来了，七八次的主攻是联盟当中目前的第一位，哇，正面的掩控，现在汤马士还以颜色了，都被你一个人给抢走了，没错，现在让大 B 变成了海豹男配角，外围投射，阿吉说儿童节快乐，一场比赛打出信心来了，大 B 也想还以颜色，简浩篮下补进两分，漂亮拖车跟进，阿吉漂亮给到了大 B， 这球滚进去了，天空Higgins漂亮的后撤步 crossover 来到外围，今天第三颗三分球，他自己啊，因为他现在有三次的犯规了，没错，简佑哲在弧顶的外线这一次把握住了，哇，其实有一点走步的嫌疑哦，洪凯杰一注一颗三分球，没抓到就是好球，对把空间拉开来，最后六秒钟要赶快发动进攻了，Waco 个人单打在中距离 long two 有，最后五秒钟，洪凯杰要发起进攻，冠军之中来一个月下偷桃，还好篮底下还有汤马士，哦，这球可以看，海燕想在大 B 脸上投三分，杨新之篮底下抢得凶，海燕再把球救回来 ，Y open 的机会在底角，杨建明的三分球，哇，那第三球差点要掉，永生救回来 ，Yankovic。中距离的急停抛投，自己再把球拉回来，篮底下的出手要到两分，哇，不然像是阿吉或是永胜都没有去顺利的跟他做到一个很好的沟通，是当然不一定要把球给他，可是你必须要知道你的队友在想什么，杨敬敏这一排虽然人没过，但是用身体创造了表现也很关键，没错，阿敏的超截往前场做快攻，李凯燕再交回给阿米，两分轻松要到，凯燕掩护过后来攻击篮筐，虽然受到干扰但球进，绕过篮筐转移到杨敬明手上 ，Y open 在四十五度角，汤马士掌握住篮板球，林世轩轮到他 Y open 有了，这一次是三分球。永胜往禁区塞，哇！快攻机会来一个背后运球，结果又把失误还了回去吗？幸好钱克尼把球救回来。简浩阴错阳差要选择这一次的出手，出手的信心。我跟 Robinson 应该不是好朋友。哇！杨俊敏的三分弹，光队再次把比。左手怪杰比了一下，往禁区看一回来，大力的麻辣火锅。对，一回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差别啊。德威，这球被抄掉了。林世轩带球做快攻，手球直接攻击篮筐，这球打得有信心。来一盘，简佑哲假动作过后，来到了 Liggins 的手上，在三分外线出手命中。今天手感在特别在外线哦，也是相当不错的。哇，国王队这个防守的交代出了一些问题哦。是半左右，杨敬敏，西队友绕开这一球，在三分外围拔一个，士官长来了。回味了一场比赛，得分再度破二十了，目前攻下二十四分。中距离的空档 ，Waco 没有放过。要往里面打真的不容易，对，我都怕找来240的真的有这种人吗？阿米再来一颗，士官长要接管战局了，对，关键时刻其实也没有跑什么战术，就是球交给他，钱克尼马上的还以颜色，这也是一个三分球，对，钱克尼如果中距离拔起来掉了一个，可以去打 low post，怎么换都不对 ，catch and shoot， 简佑哲这一球没进，汤马士的进攻篮板来到了杨敬敏手上，三分球，第四节 on fire，
杨敬敏面对 Jankovic 背后运球，这一球被永胜抄走了，前场快攻的机会，永胜选择自己上放枪了，还好有 Jankovic 补进这两分。底角 Jankovic 面对 Liggins， 德威外围的投射在三分外线，这是一个关键的三分球。对，关键的过程没有太多的机会，在外围投射的是杨敬敏，这球弹道偏掉了，拨出来戴维斯把两分摆回去，人家要快速攻击了，双方有三分的距离，阿吉快速的做切入，这一球打得相当有信心，必须要赶快来出手了。 Jankovic 身体接触过后要从外线做出手，时间到点，比赛结束。哦，这次的出手就有点可惜跟勉强，但我觉得国王队这边可能赛后要去想的是，究竟这一次的进攻要不要去喊短暂停呢？再度轰破了30分，而且第四节接管战局，完全展现了球星的价值。